给你们说件事儿，丫丫发情了。我刚才我从老家回来，我看地上有血，之后我就在看是谁呀？我糖糖不应该呀，艾米也不应该呀，我就想着会是丫丫。你们看呀，真的发情了！你是不是这半个月吃太好了呀？给你喂的太好了啊！这胖了一圈啊，发情了这。丫丫呢？丫丫呢？给你擦姨妈裤啊！要穿姨妈裤了，发情了！我的个天嘞！哎呦，不能拆！哎呦，哈这是裤子，这不能拆，给你穿的姨妈裤。家伙，哎呦我的天，这小裤裤穿的也洋气嘞，那屁股上弄的是啥呀？黑油黑不溜秋的，你又玩水去了吧，丫丫？哎呦我的天，你厉害了你！